断舍离的时候，东西舍不得丢就不要丢。像一些观念啊，或者教别人做什么的，通常都会讲这么做多好多好啊，可以改变你的人生啊，把多余的东西断舍离，找回生活空间，极简主义什么的。那我们偶尔也要唱反调一下，反其道而行，换个角度看一下，因为很多事情是不可逆的，像断舍离，东西丢了后就回不来了，所以丢东西的时候要慎重。体验到清理物品的好处，感觉到身心愉快的同时，也不要觉得后悔或是没做好。平常在丢东西的时候，是这个东西没有让你怦然心动就把它丢了。现在是，如果有些东西让你犹豫，那你真的要三思。以下这些都是断舍离的时候应该要踩刹车的地方。不管是多熟悉多亲密的家人，却都还是独立的个体。我们在整理自己东西获得好处时，总是会不由自主的想分享给身边的人。如果只是与朋友分享，对方有兴趣时可能会多问几句，这个时候我们总会很开心的继续分享更多的心得。你的朋友听到后，他有没有照着做，通常不会被我们看到。但是如果同住家人在分享心得与好处时，就很容易干涉对方接下来的行动。如果他没有任何改变，可能会想问是不是没有时间，还是不知道从何开始，或是到最后甚至开始想帮家人决定东西的去留。虽然我们的起心动念是好意，但是这样的行为也往往侵犯对方的自主权。一直在身边碎碎念说这样有多浪费，或是说谁看你当初要买这么多东西，现在后悔要丢掉，而忽略了对我们来说最重要的是，会因为不被理解而觉得不愉快，进而产生争执跟误解。如果单纯是强加自己的想法给别人，那么不管是再好的事，也很有可能造成他人的心理负担。比较严重的就是直接帮对方把东西丢掉。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故事，即使是同住家人也不一定很了解对方的经历。在自己眼中的垃圾，可能在对方眼里是宝贝。而且如果是长辈的东西，很可能是他学生时代的得奖作品、比赛奖杯啊、初恋的情书啊。这在旁人看起来可能不怎样，对当事人来说都是重要的回忆。而且普通的东西丢了还可以再买新的还给他，这些东西丢了就真的找不回来了。所以除了自己丢东西前要三思，最好不要帮别人断舍离。如果真的想做，先在自己身上做给他看，如果对方看到你们之间的差距，说不定就会自己动起来。一般来说，断舍离通常是丢家里的东西，整理家里。不过人际关系也可以断舍离，像是很多地方都有整理，哪种人最好不要跟他深交，哪些朋友最好离他远一点，关系断干净一点。不过说到人际关系，真的要比丢家具丢东西小心的多，不要轻易断舍离长久的友谊。在各种社群媒体的影响下，我们难免会花一些时间在看朋友或网红的生活，通常他们也会晒出自己最得意的照片，看久了不自觉也会产生比较的心态，越看越觉得自己不如别人，自己过得很糟。问题往往不在自己，而是在社群媒体的文化。所以有时候会听到一些说法，叫你远离这些焦虑因子。人的确不需要太多朋友，有钱人的朋友通常比一般人少，朋友少但却精致，都是能给他带来帮助的人。所以就想说来给社交圈断舍离吧。但有时候心情或状态不好的时候，特别容易被激怒，或是看什么都不顺眼，有时候可能是朋友的一句话，或是看到一篇不认同的 po 文，就会觉得心里不舒服，想远离身边的人以降低焦虑感。如果你在心情低落那阵子，或是气在心头的时候想做社交断舍离，可能会一不小心删掉那些对我们来说蛮重要的人。有些朋友可能是陪伴你长大，感情一直都很好的，有些人是透过难得的机会认识的，可能是你的贵人。这些人脉也跟东西不一样，失去了就买不回来了。买东西的时候怕冲动购物怎么办？先不要买，等个三天，真的想买再买，通常冲动就会消失了。这个时候也可以先放下手机，找些喜欢的事做，或者是起身走走，转换一下注意力，不让自己越看越不舒服。也可以先把让人看了不舒服的 APP 删掉，而不是直接删掉联络人。沉淀一段时间后，你会发觉刚刚的你都是一时的情绪，原先让你生气的人其实都没有到要断舍离的地步。如果过了一段时间，某些交友软体或者是某些人仍然让自己感受到特别的不舒服，再来考虑是不是需要减少与身边的人的交往。知心的好友如果只是因为自己一时的烦躁，后续需要经历后悔或是修补关系的行为反而得不偿失。开始实行断舍离的时候，最大的困难就是改变心态。一个人会需要断舍离，就是因为他本来有囤积癖，
一时之间改不了。为了克服这点，网络上有很多方法，例如一天丢一件东西，一个礼拜丢几件东西，一个月要清空几个房间等等。一开始看起来很好，因为心里有个坎过不去，给自己一个指标算是一个有效的办法。就好像一个很胖的人要减肥，可是一开始运动就气喘吁吁的想放弃，所以就强迫自己每天要跑多长的距离，所以定下一个标准，每天丢多少东西，有个数字看得到结果，就好像 KPI 可以知道自己有没有达标。可是时间久了，迟早会出问题。就像有个健身博主说的，八到十二下做三组会抹煞你的努力，因为肌肉不会数数，肌肉只会感受。你需要的是动作确实，肌肉有感受，而不是只是拼一个数字。断舍离最终的目的也是为了简洁，为了心理的感受嘛。如果陷入一种像强迫症一样，每天逼自己丢一件物品当 KPI， 那铁定会出问题的。要怎么评价一个程序员每天做了多少工作？你们一定听过用代码行数来当 KPI， 看看这个程序员今天敲了几行代码。不过一个好的程序应该是看它的功能吧。1000行代码做得到的事，为什么要用100万行代码呢？比尔盖茨曾说，用打了几行代码来表示一个应用程序的开发进度，就像是用重量来评估一架飞机的建造进度一样。所以断舍离也要回归根本，不要为了达成某种标准，要为了豁达的心而断舍离。开始断舍离的时候，杂乱的东西变少了，感觉到舒适的环境。刚刚说不要刻意去弄一个标准，每天想着要达标，应该问问自己的感觉后。可是太依靠感觉，你会迷上这样的心情，有一点像是对丢东西上瘾的感觉。会因为想要收获更多这样的心情，想要丢掉更多的东西，到后期会变成为丢而丢的循环。比如啊，你立下连续丢多少天东西的目标，头几天因为家里很乱嘛，很容易找到不需要的东西，也开始清理出更舒适的生活空间。过了一段时间，你已经上瘾了。如果今天不丢点东西，就感觉怪怪的。你会变成一种单纯为了今天一定要找到东西丢的心态，拼命的找还有没有不要的物品。但是你家已经清到大后期了，该丢的都丢的差不多了，很难再找到不需要的东西，你就会开始焦虑。如果在任何断舍离的情况下发现自己有这样的感觉，记得先让自己暂停一下脚步，检视一下目前的环境是不是已经达到让自己满意的状态，或是虽然还没有完全满意，但是丢东西这个行为已经变成一种心理负担，违背了生活更舒适的初衷，不如把这个目标先放下，等到哪天有了整理的感觉再开始吧。有听过有舍才有得吧？那是一个人在很想要东西的时候说的，要先付出才会有回报。现在是有得才要舍，不要做白工，有收获到东西才要舍。不管是整理或是断舍离的过程，对大部分人来说，减少视觉杂讯与烦躁感应该是最立即得到的好处。整理衣柜时，能够借由哪些需要留下，哪些需要舍弃，知道自己最常穿的衣物是哪些，或是什么颜色好搭配。透过这样的思考与自我了解，丢东西的过程便是一种学习与获得。丢东西的时候还收获了好心情，借此更了解自己，断舍离的时间才花得有意义。所以丢完是怎么样？你得到好心情。如果把东西丢掉换来的是后悔，批判自己当初的决定，或是物品减少后觉得空虚，进而想买进更多东西来满足自己的欲望，陷入丢了再买，买了再丢的循环，那断舍离可能变成一种单纯的购物的借口，真的变成有得有舍，买东西来丢。真正要做到的是让你有收获有成长的才丢，而不是买东西来丢后。这时不如把身边的物品整理好，清点自己的空间与心态，把重心放在寻找自己真正想要的生活物品上，也许比一昧的丢东西来得更有帮助。祝大家都能舍去不要的，保留自己珍惜的。